次次都我講 opening， 不如今次你講啊。你講啦。你講。你講。你怕醜啊？你講。你講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爾啊，歡迎回來卡爾研討論討。隔了一個星期沒有更新影片了，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過去週末的一個片段啦。身邊住在多倫多很多年的朋友說，這邊的夏天呢雖然不長，但是呢可以做的活動呢都有很多。最近在 IG 呢又看到大家不同的分享啊，好像摘士多啤梨、摘車厘子，有些朋友會去 water park 啊、動物園這樣，看起上來呢都很吸引啊。不過呢，我們現在都還沒有車牌和沒有車啦，想去呢都去不到幾遠。不知道大家最喜歡的夏天活動是什麼呢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聽啦。咁今日就先記錄一下我哋同朋友 BBQ 嘅一日啦，簡單但係愉快嘅假期。鍾意嘅朋友就記得 CLS 啦。晴空萬里，今日係我哋而家等緊巴士出發去我哋個 friend 屋企燒嘢食，今晚會燒嘢食。不過今日係酷熱警報。希望不會太熱啦，因為而家勁曬。其實咧，我哋今朝咧已經買咗啲嘢食啦。頭先喺屋企已經將佢準備好啊，要醃嗰啲都醃定噶啦。咁我可以補翻我哋頭先喺超市買嘢食嘅一個超市採購片俾大家啦。而家去片。今天跟大家来到我们楼下附近的一间 Freshco 西人超市，成日超市买餸，生菜一个半，这个减价，平时呢很多时候都要3元一个，现在很划算买一个。这个 Zucchini 是一个半一磅，买了4条，因为我哋今日谂住 BBQ 啊，有咗朋友，而家就会再拣啲茄子，有一个半一磅，同埋青椒两个半一磅，再拣一啲嘅超级大嚿嘅茄子，美国嘅一个半一磅，买一条，两个半，我哋买两个。芫茜7.5元一扎，我哋买一扎。放喺度。虽然佢系西人超市，但系我觉得佢卖嘅中式嘢都几多，例如呢啲酱料咁都几齐全。所以有时候咧，我哋例如有一样嘢好急，例如屋企冇豉油，都会落嚟买咯。系啊，跟住咧即食面嘅选择都豉油很多的。咦？佢之前有出前一丁噶，但系我喺呢度换咗位，出前一丁啦，跟住辛辣面啊嗰啲咯，不错。同埋咧，佢最紧要系咧，佢系有米卖嘅。虽然咧款式就唔系话好多，但系都叫有咯。有时候我哋唔想托咁远都会买。BQ 一定要买大啡菇，4.99，买呢个。4.99番薯 BBQ 又是另一个必备，我9.99，我哋要整冰镇西瓜，辛苦晒 ，Let's go！ 好，我哋去买其他，买啲肉啦，我哋去。4元的腸仔有很多隻味，我們要這隻 honey 咖喱啦，謝謝。牛扒15元兩塊，三文魚，要這塊還是要這塊好呢？這塊呢8.幾元。
啲四個半，我哋要一包 mozzarella。咦？但係呢個九月過期嘅，有冇一個耐啲嘅？我驚我哋兩個人咧食得咧好慢。十月係咪最耐就係十月啊？好似係。咁我哋要十月啊。有几多个啊？十二个。十二个。两个半，这个饼很好吃啊！我们已经买过好几次，它朱古力味很浓的。这个泪水这个减价，好像第一次在这里看到有得买，13.99，都是我们暂时见过比较便宜的。那我们就买一盒。同埋頭先佢攞住一堆嘢飲，鍋貼3.69買一個。個朋友好中意食呢個牌子，跟住陣間去佢嗰度幫佢買兩包俾佢咧。誒，呢個係3.幾一包，3.69，啊3蚊減價，原價5.幾，買一盒。男朋友要吃夏威夷，大家吃披薩喜歡有菠蘿還是沒有菠蘿呢？多的巴士和地铁除了冬天有暖气之外，夏天是有冷气的，大家不用担心。因为我记得以前去欧洲的时候是没有冷气的，跟着夏天你搭公共交通工具，如果很多人的话，整个车厢就会弥漫住大家的臭汗味咯。但这里是不会的，非常凉爽。我们今天 BBQ。哇，有青口 ，ribs 牛扒肠仔，嗰、那个系番薯粟米菇，好吸引啊！跟住就系我哋嘅嘢食啦，系咯系咯，不错，而家天气都唔算好热，太阳已经落咗啲啦。哇！不错，白酒。OK， 我呢个。试下先。哇，呢个碟都好靓。最薄嗰啲我嚟抌垃圾。而家换咗一个鸡髀落去啦。跟住我哋啱啱烧起咗呢个牛扒，等佢 rest 紧。我哋会干净。仲有虾，哇！呢个烧香好靓啊。不错，不错。其实呢个都差唔多。有粗糙啊！哇。呢个又好白。镜头一转已经来到夜晚了，咁我哋同朋友一路烧嘢食，一路倾下偈啦，食下嘢，饮下嘢咧，咁就一日啦。之后咧就挂住咗食嘢咧，就完全唔记得咗拍片啦，真系唔好意思啊。咁希望呢条简单嘅 vlog 咧都唔会闷亲大家啦。咁最近做嘢有少少忙啦，我又有少少懒，咁出片嘅效率咧就有少少低。咁但系都好多谢仍然睇紧嘅你哋啦，你哋嘅支持咧就系我哋嘅动力啦。咁记得快啲订阅啦。如果想知道我哋喺多伦多嘅最新近况咧，就欢迎追踪埋我嘅 Instagram 啦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